机观众大家早，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时间，我是何怀真。昨天大盘又什么又再破一个新低点，近期的新低点，给它破戏。哦，我也被你们吓到吓死。所以你要冷静啊，这个就是危机，危机入市什么，就是一个转机嘛。哎呀，你还没有危机入市，你拿了赚大钱的机会，真的，投资朋友，那你说怎么办？老师手上套牢股票干嘛？慢慢调整啊。我也不是玩这种东西，说实在就是说，告诉你说，空头市场里面的多头的股票，你尽量要拥有它，不要随便把会赚钱的股票卖掉。好，就如同今天我要给你掀开一档股票，叫什么？建宁、F 永冠这两档股票你都应该认识。我在去年的时候一路跟你谈过的股票，大涨过，也大跌过，但是永远什么，就像不倒翁一样，只要大跌你大买了哈，你都不会吃亏的。到昨天 F 永冠都还在创近期的新高点。不近期都收红了，近期的高点在 217.5 了。啊，低点只有一点，连200块都不来。所以这个地方都要告诉你什么，你一定要做动作在走。而且这 F 永冠实际上这档股票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清代，因为这个地方来讲你需要一股力量，就像我跟你讲说，你想买对一档股票要我亲自你通知你的清代的会员的，这个地方来讲你把股票交给我，我带给你就是获利。实在在1月8号这份资料你先把它记下，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人，好，有这些股票的哦，终于总该记得吧，哈，终于昨天几乎收最高了吧，哈，终于哈，4147的终于。那1月8号就是危机入市，我要给你看，哎，帮我们照上面一点，谢谢，哈，好，一年就会涨的黑马股，哈，那这个1月8号的这些股票，12345，如果手上有的，这就是所谓非常强势的多头格局的股票，好，你一定要懂得了解它会涨到哪里去。我为什么特别把它盖起来？我当然希望你知道啊，我要让你赚钱才盖起来。有些股票是什么？如果这种股票，有些股票可以涨50倍啊，50%、1倍、2倍，这里面有很多，好，我会点你一下。那这种股票只要能涨的话，涨多一点的话，当然说实在的，哎，你报这种股票你就不怕大跌啦，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一档股票的目标价。你说老师，那你为什么不打开跟我讲？我就不能讲啊，我也是一方面想要让你赚钱，我讲了说实在，有的常常你被人家洗来洗去，洗来洗去，甚至人家在甩轿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人家趁人家大涨之前哦，就会跟你个什么，跟你大甩尾一下。就从以前的红杰克不就是这样子吗？8086的红杰克20几块涨上的时候，没有被人家踹了一脚才大涨上去的吗？到昨天也太大跌，还在68块，最少嘛还涨个2倍、2-3倍嘛，对不对？所以我好意告诉你，这个你股票不是怕你赚，是要你好好的多赚一点。就像近期我们的胡联买在119，我已经跟你提醒了。建宁我们是买在150块，你说建宁老师，你这也是清代语音会员的清代的简讯，对不起，清代简讯的股票，为什么清代让你怎么能重点式的攻击一档就够了，这是全新的主流。好，这边来讲，那这个等着你把电话拨通，把手续办好，我带你一起赚钱就对了哈。这边来讲，因为这个从去年的12月28号8394一路跌下来，到近期的1月11号是到7726，到昨天又多跌了，现在昨天是收在7700之上了。那如果以盘中的低点来讲，再加上去的话，700多点嘛，对不对？所以引起投资朋友这个地方非常的恐慌不安。而台面上老师的放空的股的老师，在这个地方你要学人家去放空的老师，也恐吓大，就是大家什么？我是劝你最好不要去跟他了。低档那种在放空，口袋会空空，也恐吓大盘会大跌，包括这种不安的情绪，造成投资朋友非常的以为要台湾要倒了啦，好，就崩盘嘛。而我们凤凰团队却很认真细心挑选出，我还是一样继续挑选出2016年会大涨黑马股以上股票，就是我们团队锁定的标的。现在已经进入2016年了，好，一样这些股票去年跟你谈过了，持续涨了一波。以浩鼎来讲，跟中裕来讲，是11月份最强势的股票，你说对不对？如果你拥有这档股票，那个月涨的那一波你没跟上，这次难道我没有特别提醒你，中裕你一定要留意吗？好。
那中裕实际上我买的位置虽然说运气比较好，因为进来中裕跌的比较多，我就要236以下你不要乱卖了，超跌区啊。那昨天还不小心还来到一个什么才229而已，前两天还有一个225附近嘛，224.5嘛，跌停板嘛，你买就对了。所以这张股票有的续报。那这档建宁嘛，也是我的旧爱之一啊，而且那时候很多说这名字取得不好，叫建宁，我说有什么不好的啊，人家公司好就好啦。因为有些人就很喜欢对号入座，胡联，胡联之后，哎，胡联还是很好哦。今天不是没有跟你讲胡联，胡联跟车用电子会保你平安，保你无险，保你赚钱。今年实在很简单，还是三大类股：节能减碳概念股、生技股跟一个车用电子，它就代替你电子股所没赚到钱。但是电子股这波跌升之后，也会大反弹。所以你有时候你一面调一面集中在真正的主流，你就不怕赚不到钱。你像他再一次回去生技股那4147的中裕，大盘也不怎么样，他们涨一倍，浩鼎呢？浩鼎到昨天说实在的，都还在615块。哎，前天他还来到差一档要涨停板，这种股票都还在600多块。快，进来大盘噼里啪啦。东跌西跌，跌了700多点，哎、欸，他怎么样都回不去那个原来11月份的低点。反而告诉你，我们是近期有建议我们的一些清代的简讯会员，清代的会员，因为你一定要有清代，你才有信心嘛。所以我会清代你哈，565块做买进。我坦白跟你讲哈，4147，如果你接近这个成本，都不要乱卖。那 F 永冠就是在近期183块。我们做一个买进的动作哈，这里面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你如果喜欢这样子，能买在相对底部，法人问津。所以如果以严格来讲 ，F 永冠我是在电视上曾经送给你一个潜力无穷大潜力。12月25号圣诞节的时候，那个35档股票里面其中的一档标的股就是 F 永冠。如果你那时候你真的自己很厉害的话，你还可以买的比我更低，买在173.5。那接着它的发布营收就相当的亮丽，所以股价就开始什么，大盘怎么跌它怎么涨，就是这就是一个主流的厉害。你只要选到真正主流股，大盘的主流地位的股票，代表什么？它涨得最快最大，大盘怎么盘？它就是不会乱盘，它就不会盘，它持续就什么大盘跌，它也是你的避风港，大盘涨它还是要涨，这叫主流，你一定要选这种主流股，你再来找我。那凤凰团队现在本身也蛮运气蛮好的地方，一直结合一些各路好汉都来找我哈。为什么？因为我们谈股票跟你谈得很仔细，也很直接，所以很多一些有钱人都很需要，就是。有钱人的方向我都还蛮了解的，因为英雄惜英雄嘛，大家嘛，有钱人当时跟着也是希望，哎，这种谈股票能有大气的人来一起来做一个共襄盛举，这不是对台湾是一股什么很大的力量吗？这才是真的救台湾的，救你啊。所以你要好好的想想我在跟你谈什么。难得危机哦，这个行情真的是危机，你千万不要去随便学人家放空哦。当然我承认大盘在涨的过程里面，你势必要牺牲掉一些股票，重新再来，重新打造你的江山。所以去年来讲，很多股票涨了一倍两倍三倍的比比皆是。就拿这档 F 永冠，我们再回到 F 永冠来讲，这是去年5月22号，那时候我叫你全收的位置193块，包括进来大盘又跌破了哈，你有没有发觉到 F 永冠相对大盘来到现在都已经7700了，差在200多块。那如果原则来讲的话，这档股票实际上去年的最高点不过是在104年的6月11号，也是花很短的时间244块。这就是说，你选对一个月，你选对真正主流股，它不小心都可以涨个最少50%，
你同不同意？你同意再来找我。包括这张股票，你看看，它就是一个真的未来一个有成长性的方向。每个人都跟你说，那世界要世界全部没机会了。对啊，全世界都什么要全部都要大衰退嘛，对不对？是应该是吧？我是没什么水准，不太看这种新闻的啦。那衰退又怎么样？你就不要吃饭啦，就不要赚钱啦，不可能的事情嘛。一定还是有人很努力在赚钱，一定这个还是富人，一定有人好有人坏，就算景气再好还是有人不赚钱的公司一大堆啊。反而在景气不好的情况之下，你更看得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像说我这句话是不是我讲的，是巴菲特在退潮的时候你才看得出谁在裸泳嘛，啊不是吗？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所以现在你可不可以接受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就是你大赚钱的机会，你才有办法找到一个翻身的一个一档什么让你什么让你真的翻倍的股票。就如同 F 永冠，你自己想想看，它从103年上来，它是100多块一档股票，如果你的眼光非常的独到，它是一枝独秀，它算是一枝，它特别好啊。哎，到现在244块，还有包括100好，又跌到最低。近期为什么它开始起涨了？它跌到，因为它本质嘛，就是7203个低点，8月24号是来到168点。我在近期它有稍微破掉这个点，破掉跌破后开始甩完轿嘛，开始走的这一波嘛。到现在来讲，不小心，如果217.5减掉那个，竟然它不小心它涨了又20-30%了。这种股票说实在是不是最好赚钱的？你只要认同这种股票最棒，最不要让你每天被夹西洋，被融资追缴一下，这个要怎么样，这个要怎么样啊？你拿过来，我们凤凰团队帮你做个大整理哈。那这档股票，你说老师，那建宁这两天你有讲吗？当然是有讲啊，只是你没注意到，你又不把电话拨通啊，有什么办法？就是这一档股票啦。昨天还不错呢，昨天来到快170块了。昨天来到快170块，昨天来到最高来快170块，对不对？有吧？哈，好，盘上好强哦，大盘一直跌还是不跌，然后我有收盘收在相对一个平盘。好，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现在这档 F 建宁的话，昨天我有准备带我们清代的会员想要做再一波加码动作哈，但是很可惜，它没有跌到那个位置。我在提醒，如果今天有来的话，我希望你站在就大概159到158块的位置哈。如果来的话，我这个送给你的礼物哦，让你去证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他昨天这张股票虽然他没有收最高，反而这张股票如果有机会再一个甩回来位置，你没有办法再买到1月8号的150块哈。1月8号我是带领我们的清代的会员，清代的，你愿意换股？因为很多人喜欢不愿意换股，你愿意集中火力买对一档的。那天买的就是建宁，包括昨天来讲，我们还是想要再加码建宁158块，让你这档股票，让你避开一些有些股票，像很多人这两天跟我讲，老师我融资要追缴，你买建宁绝对融资不会追缴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好，最好先保住你的那个。维持率，那上来之后再来调一些弱势的股票，好不好？这样子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上半段节目，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见面你要希望今天早上的时候，见你有没有再来到158？哈，我说老师，你买50块，150块叫我买158，啊，那个没办法，你那时1月8号，你又不来找我，对不对？就包括 F 福联来讲，我们是买119块的啊。那既然我昨天就特别跟你讲啊。127块左右啊，你不要乱卖啊！我说你这个地方稍微布局一下，你没加，可是刚不小心昨天就来到127块，你看它涨不涨嘛？好，但是股票不是只要涨，你要赚点小钱，不要追高杀低。你这个点位的时候，我想它总是会有个小涨一些的话，你要赚点干了。刚刚这张股票也不错，都不错，但是你要赚个大钱，想要了解它真正我们这次全新主流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这些股票。的一个真正未来会大涨到哪里的目标价，好，这些目标价我等你来跟我一起做操作。这些股票你手上有了，真到你这些股票，好不好？这样一句话哈。那广告时间，我们的店员欢迎你把电话拨通。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要怎么准备才好呢？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保障多更多。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要选对保险种类，并注意效期。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垫医疗费用哦。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让出国更安心，有备无患哦。放假要去哪里玩啊？夜店，快来呀，还很好玩呢。网咖，哈哈，有好康的很赚哦。嘿，注意，小心危险场所，不要去。遇到不良场所，小心打卡不碰毒。危险场所不涉足，拒绝毒品才是酷。很多坚持可能一下子看不到成果，我依然相信坚持清廉，未来会更好。爱幸福，检举贿选，人人有责。我们第二单元，好，接下来跟大家谈一下那个生技股的未来。我常讲，生技股是唯电子股会产业，你不要担心，生技股会帮你还回你的一个公道，一定会帮你还回公道，因为资金是往什么，往有多头的一个格局里面，主流的格局里面去做一个规划嘛。那你想想，为什么电动车可以，车用电子可以？因为它代替了电子股嘛，所以一定有一涨就有一落嘛。潮起潮落嘛，所以电子股的确，我没有很大力的报告给。我知道投资者满手都是电子股，但是你要有舍有得，慢慢的我会把你集中在生技股上面，包括车用电子，包括节能减碳，包括一些特殊题材的股票。好，那当然有些短线上，我承认说有些投资朋友，因为有时候大盘的大起大落太可怕，因为全世界一下这个。所以股灾啊，那边什么？所以投资朋友资金部位小的，你一定，我们所有的会员也听见，我们每一组会员只操作两档，那单股就一档左右，在也是都是要两档，好，包括普通会员是都是严格控管在两档。那你说两档股票，说那你看你的电视上股票这么多，那你说两档怎么可能那样？对，我要告诉你，好，就如同这一档志邦，目前我是还有。那志邦目前是十月份涨上来最强的一档股票，已经涨了 1.33 倍。实际上 1.33 倍，如果短线来讲，你说老师高不高？短线当然以波段来讲，涨了一倍，休息一下也是好事。但是如果他要休息了，你要注意。我先提醒你哈，这档股票实际上现在只能往前冲了。如果他反而跌回30块以下，可不可以买？不可以。有的老师，你上次电视买29到30块，你买的有赚到钱。我现在教你方法，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主流在，代表他现在的主流地位不在。就说那天我把3293的新香为什么卖掉，我也提醒我卖掉是卖掉，就是代表现在这张股票本身人家已经主流在异位，哦。我要跟你讲一下，所以你要注意，尤其你资金部位小，也不能说哎，人家在讲，因为他股票他都会，他这段时间就算他一个月涨完之后，总是要哎。总是要给他休息一下吧，对不对？休息是很好，但如果他没走完，我会持续带你赚到最满。但是没有股票不休息的，所以说一样志邦的道理，他连续涨了三个月，说实在也很强啊。但是这个地方关键点就在30块的位置到29块内，如果有来不要买，我一定要做卖出的动作。我坦白跟你讲，真的，这是代表什么？他目前要休息嘛，你就要开始换股操作，换股操作。我再教你一些真正全，你可以把在今年
利用最短的时间赚最极大化的什么的获利，就在于说你一定要有舍有得。有些股票它已经，你说哎，好可惜，老师你35块，没有卖掉，那你现在卖30块有什么关系啊？你还是赚钱啊，你了解我意思吗？那如果这张股票就往上从这开始冲上去的话，你就要续报，代表它那个三十五那个三十。我是短线上次我跟你讲，我认为这张股票的满足点在37块，那因为大盘太烂了嘛。甚至我跟你讲，这张股票不小心哦，会不会跟复合性成长跟宏杰科一样，来一下从20-30块转机股，涨到涨个一倍两倍。我跟你讲，这个每一年都有这种股票的机会点，但是股票不是用只是用抱的，你要知道说，什么时候它休息的时候，你把资金稍微抽回来，等它确定要涨的时候。你在全力的做买进，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第一个来讲控管你的风险，第二个来讲你股票最少。那包括他，如果他这个地方来讲连30块都不来碰，我告诉你，这张股票持续就像你那费波兰系数啊，它涨了135，它涨了3个月，对不对？从10月开始涨上来嘛，135嘛，那涨要涨3个月不转折，那就是5个月转折啊，大致上是这样啦，但是不是全面性的啦。好，所以接着来讲，你看到，所以你要接受潜跌性市场的潜，它的潜力是无穷大的。你不要老是那么一看看衰台湾啊！我说很多股票是可以让你加倍奉还的。你说老师，我哪有加倍奉？我每个股票都跌死了，那是因为有些股票已经在转弱的过程里面，你也不能频频的做加码动作，哈，因为你的资金只有一套，这样子你会套死你自己。有时候你事实要先停看听一下。换股操作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行情都是一样，它的一个来来回回的幅度就大盘就大大的盘嘛。那我会告诉你什么？稍微一个很大的优点在哪里？我有团队保护你，团队会告诉你真正所谓你们最想了解的一些有钱人，包括法人在买什么股票，因为那些法人在真正在吃的股票，他不会公开去通知你的。不会公开电上告诉你的，但是他马上要涨，点到就涨。为什么敢给你点中裕？你想想看为什么呢？有没有涨嘛？好，我们现在讲到中裕，好，我们再讲到中这张股票有没有经过大盘在测试底部的时候，有没有经过我有没有经过你的考验嘛？就好了嘛，对不对？我的股票实际上真的说实在的，一定什么？这一定是有个美感啦。当然那个现行我说实在也烂得可以，但是为什么我跟你讲完的终于就是如此，包括11月25号你已经错过一波，我们在那时候在带领大家，那个对这个大盘现在就7980一下先站回去，今天大盘应该是肯定是没卖啦，你放心啦，这个地方7980一定要站回去，代表这个地方危机解除，但是危机就是转机。但你看这个终于包括昊鼎来讲，那天所有为什么昊鼎这一次来讲，我要带领我们的清代的会员买565块，因为那天11月25号，它只来到557块，这就是相对你可以买进的点。我坦白跟你讲，不能吃，不是做卖出。最可惜的是中裕，你看看它那一天来卖202块，你看它强不强？中裕强不强？为什么我特别告诉你中裕？因为它实际上这三档股票里面，包括智勤，看起来是智勤近期涨的最多，智勤，好，看起来它是好像涨幅最大，前天涨停板，昨天继续攻，但是实际上不对，里面最强的还是昊鼎跟中裕，尤其是中裕，它连11月25号那个高点202块，这一波怎么打都打不回去，为什么？你自己看谁在买的嘛？我跟你讲过，这张股票谁买走？法人在买，之前他在卖的过程里面，都不过他一直在卖嘛，所以涨不动是应该的嘛。他在卖的时候还拉了一波到303块，那这种代表什么？一定是左手都换手嘛，有人丢，有人在后面承接，所以一样，实际上这张股票一定会正式结束嘛。只是说上一波我们操作，这一次从11月份。时间最短，你可以操作一档中裕，可以涨了一倍，任何参与都赚钱，赚多赚，越早来赚越多，晚来找我们还是赚钱，因为涨一倍多就是一个月，
所以你只要操作主流，实际上这就是代表什么？你不用去管大盘。我就跟你讲，大盘跟量跟价你都不用去看那些东西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帮你注意一下，但那个东西真的不是重点，你主要是重点要掌握主流，好，你就可以赚最多。那这些股票你都先续报。那今天实际上应该剩两分钟吧，是不是？那个时间也不太多哈，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再谈很多。但是等一下就开盘前快来了嘛，九点钟之前，因为今天的行情肯定不错，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动作要做出来，就是什么？第一个，有些股票比较弱，趁着今天在反弹的过程里面，你把它卖出去，可不可以？答应自己一下，愿意做换股动作，换到全新的主流。好，我也跟你讲说，像我们这种股票，是不是可以经得起大盘的考验？我想你看一下，包括你手上有这些股票，你这个地方来讲可以跟我们做联络，我会告诉你如何做规划。那如果这个地方来讲，我们现在推一个很好的方案给你，好不好？只收你一半，好，一收二分之一，就这样，二分之一，但是天天让你一直发一直发清代的简讯，我亲自跟你做规划。想要操作此波已经压不住了，准备要大涨的全新的主流股在哪里？全新的强势股，强势股就是不用管大盘涨，涨也要涨，大盘跌它还是要涨了。你要找主流，生技股的昊鼎、中裕，你都看到了，我们都有跟你谈到。下一波还有大涨的目标价在哪里？哦，今天想跟何老师做的，掌握此波压不住要大涨的股票，我们给你个清代的简讯，让你一半的价格，包括再送你一个月加年那个农历年期间哈，让你发发发，祝大家操作年见。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老公，又在找房子了。对啊，不然等投资客来坑杀，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壳蜗牛了。别担心，报纸上说房地合一课税新制要实施了，以后投资客要缴很多税呢。房地合一，105年1月日起，不动产的交易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来计算所得，课征所得税，房价就不会再被炒作了。房地合一新税制，居住正义新时代。